请打开两百八十七页。呃，神妻安养父，自觉禅师啊。神妻安养父，就是说呢，神就是指我们的心呐、啊，啊，我们的心神呐、啊，心意啊，啊，是想要我们的目标愿力是希望妻妻喜呀、啊，妻子在这个。 安养啊，安养就是极乐世界啊。这这个赋啊，那么赋呢，以前呢说有诗词歌赋了哈、啊。那么这是文章的一个方式啊，比如说唐诗宋词啊，那么有诗词歌赋啊。那么这是以前的文学的一个一个题材啦啊。那么我们当然现在比较不了解这诗词歌赋啊到底怎么分呐、啊、哈。啊 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是自觉禅师，就是永明延寿大师啊、呃，他表达说他想往生极乐世界的一个呃一个赞叹极乐世界的一个啊说法哈。那么所以说，弥陀宝刹安养家明，主报土而极乐，于十方而最清。弥陀宝刹就是西方。 阿弥陀佛啊，那么它的七宝的世界，刹就是刹土啊，国土世界。那么极乐世界黄金为地啊，啊，那么这个七重罗网、七重行数啊，所以这个叫做宝刹啊。安养佳民呢，就是极乐世界啊，它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所以故名极乐。在《阿弥陀经》叫做极乐世界啊。 那么在无《无无量寿经》说，极乐世界又叫做安乐世界，又叫做安养世界啊，就是能够让众生安定呢啊，呃，长养我们的这个圣胎啊，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啊，啊，能够长养我们的这个佛性，长养我们的佛道啊，所以这个叫做安养。加名就是说，这是一个好的名称呐、啊。 啊，当然，现在我们现在的人呢、啊，呃，用安养的时候、啊、不知道它是极乐世界啦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外面有安养院呐、啊，啊，不知道说如果依佛法来说，哦，来这东西被两浦了，被求生极乐世界、啊，那太好了，对不对？啊，那实际上安养是如果依佛法来说，安养就是极乐世界的名称了、啊，或者叫是或者叫做安乐国，或者叫做极乐世界，啊。 那么处暴土而极乐，哈、啊，那么这个极乐世界呢，啊、呃，依照祖师说，这是阿弥陀佛的暴土啊，因为阿弥陀佛有这个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说，阿弥陀佛有六十万亿那由他恒河沙有旬，啊，那么呢，阿弥陀佛有八万四千相，一相有八万四千随行好，一,一好有八万四千光明。 一,一光明呢，遍照十方，摄取一切众生啊啊，摄取这些念佛众生而不舍离啊，所以阿弥陀佛是一个报身佛啊，所以他的寿命无量啊，所以又叫无量寿佛。所以这里说，呃，主报土而极乐，所以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啊，啊，那个极乐世界啊，就是等于是阿弥陀佛的报土一样啊。那么我们呢？ 往生这个世界呢，虽然是一个凡夫啊，但是呢，也能够呃，这个分享到这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报土啊。就像我们娑婆世界啊，释迦牟尼佛也有报土，但是呢，在这个娑婆世界要证这个初地啊，以上的菩萨，证得法身的菩萨呢，才能够见到这个。 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净土也是跟极乐世界一样，行数罗网，啊，黄金为地，种种的庄严，没有这些坑坎丘陵啊，没有这些污秽不净啊。娑婆世界呢，有释迦牟尼佛的暴土啊，那么必须要这个正得十报无障碍土的人呢、啊，十报庄严土的这些初地以上的菩萨，他才能够证得这个。 释迦牟尼佛的暴徒，啊，但是呢，我们如果往生极乐世界的话，我们就能够呢分享到阿弥陀佛的报徒，虽然我们是一个凡夫啊，虽然我在凡圣同居土啊，但是呢，我不离呢阿弥陀佛的这个长极光土，那么也不离这个呃十报无障碍土啊，所以呢，能够让一切众生呢啊、呃、那个分证呢阿弥陀佛的报徒。 啊，所以除暴土而极乐，极乐就是我们《阿弥陀经》说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啊。世间有这个生老病死苦啊，爱别离、怨憎会啊，求不得，五阴炽盛的这个八苦，极乐世界通通没有啊！哈、啊，没有生苦啊。比如说我们在极乐世界啊，没有生产啊，怀孕呐、啊。 啊，这些等等的事情，我们都是莲花化身，所以没有生苦，那么也没有老苦，也没有这个死苦，也没有病苦啊。极乐世界没有传染病，也没有病啊。那么寿命都是无量，所以主报土而极乐，于十方而最亲，呃，在十方世界里面是最亲近的。啊，在这个《观无量寿佛经》里面，韦提希夫人呢、啊，因为她的儿子不孝啊。 那么把他关起来啊，因为儿子啊叫做阿瑟四王，他为了要获得王位，所以把这个频婆娑罗王关起来啊，关起来想要把它饿死啊。那么这个韦提希夫人呢、啊，那么在每天呢、啊、就把身上用蜂蜜啊，然后涂涂面粉啊涂在身上，然后用这个璎珞啊，哈、啊、那个圆圈圈的东西啊装一些葡萄汁。 啊，进去给这个贫婆娑罗王。那贫婆娑罗每天啊，吃了这个东西以后啊，就向着佛说，向着佛在的地方说，佛陀在世的时候啊，常常啊，我的亲戚穆建廉就是我的亲戚，他常常来啊，那么希望他来跟我受八关斋戒。那么这个贫婆娑罗王这样好几天，好几个七啊，都受八关斋戒。三七二十一天以后啊，好，就问守门人说死了没有？ 他说没有呢，呃，反而精神越来越好啊。那么他就知道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韦提希夫人那个母后啊，就把带食物进去啊，所以呢，他这个阿瑟斯王就想要杀母亲呢、啊，啊，杀母亲，想说呢这个母亲呢、啊、跟我作对啊，所以他就要杀母亲。后来呢大臣啊月光奇伯啊就说，呃，我听呢、啊、这个有一万多的人啊。 这以前的国王都为了当国王哈，太子杀国王，但是没有人说太子杀母亲的啦啊。所以你如果杀母亲的话，我们就不帮助你啊。那么阿舍斯王啊啊，害怕这个大臣会叛变呐、啊，万一他跟这个老王又在一起啊，那么所以呢就把母亲关起来，没有害母亲。所以我提西夫人呢、啊，这时候受苦就说，希望不敢啊，请释迦牟尼佛来，因为释迦牟尼佛是尊贵的。 那么就请阿难尊者啊，那么这个，呃，穆建连啊，来帮我安慰我啊。那么那时候，穆建连跟阿难啊，就从空而来。那么释迦牟尼佛也到这个韦提西夫人的面前。那么韦提西夫人说：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样的痛苦，充满了三恶道，充满了种种的名称，啊，非常的痛苦。为什么我要有这个逆子？ 不孝的儿子，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你的堂哥啊，提婆达多也是你的眷属，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所以希望佛告诉我这个啊清净的世界，我希望到那个清净的世界，我不要在这个五浊恶世里面。所以佛啊就放光，啊，那么光中啊就显现十方的世界，啊。然后韦提西夫人就看一看，就说十方世界、啊、虽然都很清净，但是我。 我希望到极乐世界去，所以这里说于十方而最亲，就是说在《观无量寿佛经》，释迦牟尼佛现出十方的世界清净的佛土以后，韦迪西夫人呢，她自己选择要去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唯愿这个佛陀啊，教我思维，教我正受，要怎么样修啊，能够去极乐世界啊、哦，所以下面说二八关门修定义而冥往。 四十八愿运散心的化身啊，那么二八关门就是二八十六关啊，所以我们观无量寿佛经又叫做十六观经啊，十六观经。那么所以韦提希夫人呢、啊，就叫释迦牟尼佛叫我思维啊，叫我正受，叫我要怎么样的修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那释迦牟尼佛就开始第一个就教他观落日，落日观啊，然后再观琉璃地啊。 等等，然后再观莲花啦，再观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这样。那么十六种观，那么十六种观里面啊，十三观都是属于啊，这里说的修定义而明往。修定义就是说以禅定、三昧啊、观想啊的这种方式呢而往生啊。 就像在这个观经里面说，观落日，如果观到清楚的时候，不管开眼闭眼呐、啊，行住坐卧都要观到落日。如果你观阿弥陀佛啊，不管开眼闭眼呐、啊，你闭着眼睛观想阿弥陀，佛，然后你开着眼睛呢，也能够观想到阿弥陀佛。然后你要观极乐世界这个莲花，你闭着眼睛呢，你能够观想；你开着眼睛呢，也也也要能够观想。啊、所以就是说。 要有一种三昧、啊、定力呢，才能够观到这样子。不管在行住坐卧当中，不管入定出定呢，都是观到阿弥陀佛。这个叫做修定义啊。所以呢，这个十三关，第十四关呢、啊，十四、十五、十六，就是上辈啊、上品往生的、中品往生跟下品往生。所以呢，照说应该说二六二八关门啊，其中的十三关、啊 是修定意而冥往，就是说他们是修禅定而往生啊。就像我们在修念佛法门呐、啊，呃，从古来到现在一样是念阿弥陀佛，但是啊，每个祖师大的他们修念佛法门呢、啊，他们的方式不一样。比如说慧远大师啊，他就是修关门，所以他一生啊，观想啊，他见三次见阿弥陀佛。 闭眼也是见阿弥陀佛，开眼也是见阿弥陀佛，就在面前，时时刻刻了，时时刻刻，阿弥陀佛就在他的面前、啊、那么呢，这个是修定，修禅定，修三昧，修这个思维正受啊。所以这个叫做修定意而明往啊，就是说在前十三关里面啊，就是要有修到这个能力了哈、啊，或者是像我们《阿弥陀经》说，执此名号，一心不乱啊。 有那个一心不乱啊，是事一心理一心啊，啊，不被境界所乱了，不打妄想，这样子的话就是有禅定力的。那么这个叫做修定意而明往那么修定意里面，呃，不知不觉明就是说，我们在不知不觉呢，你就往生极乐世界，常常处在极乐世界，将来自然而然呢，也就往生了极乐世界。这个是修定而成就的 所以在善导大师里面说，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有一种叫做定善，啊，有一种叫做善善，就是禅定心的善法啊。以禅定呢修这个落日观，乃至观阿弥陀佛啊，那么阿弥陀佛的白毫啦、无见顶像、眼睛、眉毛全部都观得很清楚啊，乃至观世音不在因落耳都观得很清楚。那在这样子的禅定里面。 而达到往生极乐世界的功德，所以叫做叫做定善，禅定的善而往生啊，哈、哦。那么呢，善导大师说，另外一种叫做善善，善善就是善乱心修善啊、哦，定善就是禅定心来修善。那么在禅定心里面呢，能够执指名号，一心不乱，或者是观。 佛啊，啊，观想啊，这样子能够达到三昧禅定的时候，他能够往生，叫做定善。那如果还没有办法得到三昧的人，叫做善善善乱心修善法啊。所以这里说四十八愿运善心而化身啊，修定的人可以往生，那么我们善乱心的这个叫做运善心。 运善心的化身，就是说，善乱心的人虽然没有办法一心不乱，虽然没有办法得到三昧，观阿弥陀佛明明了了啊，没有散乱啊，不会散去啊，能够专注一静。那么虽然没办法达到这样，但是如果用善乱心的话，也可以化身啊，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什么叫善乱心？这里说四十八愿。 就是四十八愿，比如说我们说十八愿呐，自心信要乃至十念呐、啊，就可以往生；或者是说自心发愿，我们自心发愿呢，就可以往生；或者是说我们自心回向，我们以功德来回向，那么都可以往生啊。如果在善导大师里面说这个善善呢，什么叫做善善往生啊？就是说敬业三福的人啊。 他虽然没有办法呢得到禅定一心不乱，但是他如果修敬业三福的人呐、啊，也可以往生啊。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就是如果能够孝养父母啊，啊、呃、奉事师长，然后不杀生啊，修十善业啊。第二个呢，二者呢，啊这个呢受持三规，三规一啊。 啊，具足众戒啊，要持戒啊，再加重就是五戒啊，那进一步就是或者是八关斋戒啊，那如果进一步就是菩萨戒啊，啊，从三归啊，八关斋戒、五戒，那菩萨戒，然后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第三个就是发菩提心啊，读诵大圣啊，啊，劝进行者啊，那么这个呢是。 我们如果修这个静业三福，虽然还没有办法达到一心不乱，虽然没有办法得到三昧禅定、专注呢、明了，但是呢，用这个静业三福也可以往生啊，啊，叫做善善啊。所以，呃，三导大师说，这个静业三福啊，还有九品的人，九品往生也都是属于善善。所以，三福九品呢，都是属于善善啊。 那么在这里，永明色大师说四十八愿啊，也是属于善心往生，就是说善乱心、善乱心的防夫可以往生、啊、那么善岛大师说净业三福九品往生也是属于善善啊。那定善就是说从落日观、啊、一直到观阿弥陀佛啦、啊，观西方三圣、啊 那个观想很明了，在禅定里面清清楚楚的，那个叫做定善，或者是我们呢，《阿弥陀经》说“执此,此名号，一心不乱”的，若一日，若二日啊，那么这样七日啊，一心不乱的人，那么那个是属于定善的往生呢、啊，啊，所以我们呢，善善的话，善乱心修善也可以往生，所以说四十八愿运善心而化身，啊，因此呢。 意思就是说，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啦，不管你有没有禅定，啊，有禅定的可以往生。那么我们还没有修到禅定，在散乱心的众生也可以往生啊。所以很多人呢、啊，会听到人家说、啊，比如说，甚至有的人会说，哎呀，你刚好你有念到一心不乱吗？你都不会打妄想吗？啊，你有不得已少善根福德因缘，你有多大善根吗？对不对？ 啊，有的人就说像师傅出家都不敢说要往生呢、啊，按、啊、你们算什么呢？啊，有人会这样讲，然后说你有一心不乱吗？我都不敢说我一心不乱啊，你们也想要去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一种人呢、啊，我们如果听到这样子的说法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阿弥陀佛、啊、往生呢，有一种是定善，有一种是善善。 当然，我们如果能够修到一心不乱，那是很好了啊。如果我们能够明了啊，那么净念相继，都摄六根，那也是很好了，哈、啊。那如果说那么关照都明了，能够入三昧禅定，那是更好了。但是就算没有做到这样子，若一日，若二日啊，虽然没有一心不乱，但是我们只要能够发愿，只要能够回向。 只要能够孝养父母、奉事师长，那么以此功德啊来回向，我们也是照样会往生的，照样会往生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呢，它有定善跟善善了、啊。当然，如果用高标准的话，我们没有一心不乱，我们没有禅定啊，也没有三昧，又不像祖师这样，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啊！但是呢，我们还是会往生，我们要相信。 啊，所以阿弥陀佛是很慈悲的，呃，禅定也可以往生，散乱心也可以往生。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听到人家说啊，你有没有一心不乱啊？你有多少善根福德因缘？啊那你你想要往生，没那么容易了。啊，所以我说啊，这个自古以来啊，或者是乃至到现在，我们念阿弥陀佛啊，求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啦、啊。 有很多的说法，有的人认为很难啊，说哎呀，我们是一个凡夫啊，极乐世界是清净庄严的啦，啊，你们这些啊都是贪嗔痴啊，西方极乐世界又不是在收乐色的啊，有人就这样讲啊啊，呃、啊，有的人一向认为说啊，极乐世界是很难的，因为极乐世界是佛菩萨的世界啊，我们都是贪嗔痴凡夫啊，到那边都都打妄想啊，极乐世界又不是在收乐色啊。 啊，所以很多人都这样讲，包括现代也是很多人这样讲啊。那么也有人认为往生极乐世界很简单呐、啊，很简单。如果我们依照这个经典里面所说的啊，《观无量寿佛经》啊，啊上上上品上身啊，比如说我们说中品中身啊，如果我们一日一夜八观斋戒，以此功德回向。 啊，一日一夜八万再见，以此功德回向，就可以中品终生。啊中品终生。如果我们中品下生的人，就是说，一个人呢、啊，平时他行事仁慈，孝顺父母，平常没有听到佛法，但是到临命中，人家跟他讲极乐世界，然后教他念佛，这个人也会往生。啊中品下生。啊所以呢，如果我们照经来说，往生是很简单的啦。但是呢， 有的人还是不愿意相信呐、啊，哈、哦，所以这个就像善导大师说，我们要发三种心就能够往生。第一个自诚心，第二个生心，第三个回向发愿心。自诚心就是我们真诚的啦，真诚的我为了要生死，为了成佛道，为了能够将来成佛以后普度一切众生，我真实呢。 呃，祖师说真为生死发菩提心的，啊、哦，我真的念佛是为了要了生死、要成佛、要度众生的，这个叫做自成心。第二个呢，生心就是呃，在呃善达大师他的解释里面，生心就是生信心呐、啊，我相信我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我相信我是生死凡夫，我不靠阿弥陀佛我很难了生死。然后我又相信说，这个阿弥陀佛的愿力绝对没有希望，我可以往生。然后呢，我相信我现在念佛啊，好好的回向发愿呢、啊，我一定会往生。然后从此相信以后，不管谁来告诉我，如果有人告诉我说，啊有更好的法门呐、啊啊，这样更好了、啊，更殊胜呢、啊，我还是一样念佛。就算呢有菩萨来跟我讲说，啊这个极乐世界不。好。 好啊，我还是要去极乐世界，哈。那么这个叫做身性心啊，然后再来就是身形，身形就是专心的修了啊。依照善导大师说啊，你就专心念阿弥陀经啊，不然专心念无量寿经，专心念观无量寿佛经，专心拜阿弥陀佛，专心念阿弥陀佛，这个叫做身形啊。所以身心啊，然后最后一个回向发愿心。 啊！我把所有的一切功德，在善导大师说啊，我把我过去生所修的，乃至今生，乃至未来生，所有的一切功德，我全部都发愿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然后他还说一句，他说我把所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一切众生的功德，我都随喜功德，然后回向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啊。 那这这一句还比较特别，意思就是说，我们是把阿弥陀佛的功德来回向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你把观世音菩萨的功德拿来给你回向往生极乐世界，你把地藏菩萨的功德拿来当做你的功德给他回向去极乐世界了。啊，意思就是说，别人修的功德我们都给他水洗一下，然后我们全部都赚到了，然后全部都回向往生极乐世界。 啊、哦，所以一切诸佛菩萨的功德啊，你都给他水洗啊，然后你就给他回向，都变成你的功德啊、哦。当然啊，我们在一般的凡夫的想法里面，这样子的想法有点难以思议了啊、哦。那如果依照佛来说，十方三世我们心佛众生跟菩萨大家都是同一体的，阿弥陀的功德就是我的功德啊、哦，地藏菩萨的功德跟我们功德没差了，我们就给他回向。 啊，地藏菩萨也不会讨厌我们，对不对？观世音菩萨也不会说吝啬不给我们，我们就把它拿来回向往生极乐世界了。啊，所以呃，发愿回向，回向发愿去，就是把自己的功德啊，过去生乃至今生，还有一切众生的功德、菩萨佛的功德，我们都随喜，然后回向这个功德往生极乐世界。啊，所以。 一般来说，有的人认为往生很困难，这是一般人来看法。那么，如果依照善导大师、依照永明延寿大师、啊，依照智者大师、依照释迦牟尼佛大师呢？呃，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很简单呐、啊，乃至一念就可以往生了啊。所以，我们一向啊，从古以来到现在啊。 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认为往生很简单，有的人认为很困难，实际上很简单呐、啊，啊，当然就看我们要相信什么啦。如果你要相信很困难，然后啊啊，我是笨死，我不肯去结世，那就那就没办法了。那你自己都不认为会往生极的世界，那也没办法。那如果你愿意相信说阿弥陀佛的愿力很慈悲，释迦牟尼佛没有妄语啊，哈、啊，祖师给我们证明。 那么我们每个人都会往生极乐世界，那我们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了啊、哦！所以说这里说运善心的化身，虽然我们是一个善乱心的凡夫，也可以往生了啊、哦！要相信这个啦啊、哦！所以如果是我，我还相信往生极乐世界很简单，我愿意相信往生极乐世界很简单。你不要千万不要听人家说啊，念伯是不是善根福德啊？哦 所以，有一大师说，先要有这善根福德因缘。什么叫多善根福德？什么叫做少善根福德？如果发菩提心，就是多善根了、啊。一切善根以菩提心为上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能够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你发菩提心就是最上善,善根嘛，多善根嘛。啊，你念阿弥陀佛就是多福德啦福德很大啊。哦 就像《大波涅槃经》说，你供养一个世界的众生啊，三世四天下的众生，你弄好一假、好一性、好一的功德，不如念佛。好，我们之前这个《万善同归集》里面也有讲过。然后你供养那么多的众生，不如你一步呢走向佛啊，踏向佛前的那一步的功德啊。所以这个念佛就是多功德嘛，多福德嘛。 啊，所以呢，发菩提心就是多善根嘛，啊，然后多念佛就是多福德嘛。啊，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不是多善根多福德嘛。啊，这个善根福德啊，啊，这个是最殊胜的啊啊。比如说人家说啊，你哪不什么善根啊？你也别当出家，出家也不见有多大功德。你发菩提心的功德就更大，对不对？啊。 所以说，运善性的化身啊，而乃必是受此一生归命啊！所以呢，我必是受此一生归命，因为极乐世界那么好往生啊，因此啊，因此，所以我一世一世啊，一生一世啊，我就是要往生极乐世界了。必是受此，我这一这一世啊，我就是受此，阿弥陀佛。 啊、哦！我要往生极乐世界，然后一生归命嘛，所以我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我这一生呢、啊，我发愿了，啊、哦，要往生极乐世界。然后仙人乘云而听法，空界作拜而占有。啊，那么极乐世界的这、呃、这个状况呢，就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说法的时候，啊，那么空中有种种的仙人啊，乘云而听法。 那么空中啊，作拜啊，拜就是月了，法月哈、啊，而赞咏啊，空中的这些啊，这些音乐啊，或者是这个战法的声音啊，在赞咏啊。紫金台上生灯而本愿非虚，白玉毫中神话，一心自庆啊。那么紫金台上哈、啊，我们只要能够这个往生念佛啊，发愿呐啊。啊 我们就能够登上这个紫金台啊！依照这个上品上升里面说，我们如果发这个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啊，然后临命终的时候，上品上身》阿弥陀佛啊就会持金刚台啊。如果是上品终身》的人呢啊,啊，那么虽然不能读诵大圣经典，但是对第一地啊啊、呃、心不惊动，然后解第一地，这个人临命终的时候看到紫金台啊。 这个阿弥陀佛来，观世音菩萨拿紫金台，然后这个呢自己见到自己坐在莲台当中了啊、哦，就像上品上身啊，说一弹指顷就往升级的世界，对不对？我们弹那个指头就往升级的世界啊，啊，就好像人家在赛跑，对不对？啊、哦，赛跑这个枪一响的时候才开始跑啊，对不对？游泳的人才开始跳水啊，听到响的时候你才开始造啊，对不对？ 但是我们一听到 b a n g 已经攻心，就有色啊，人家才开始跑，所以极乐世界啊，没有很远呐、啊。人家说啊，极乐世界那么远、啊、哦，十万亿国土不会孤单呐、啊，哦，诶、欸，如果是赛跑，才 b a n g 的时候，你才跳到水里开始洗的时候，那你已经到极乐世界了，哈、啊，对不對？听到那个声就已经到极乐世界，好、啊，所以弹指顷啊，就往生极乐世界。 上品中生的人、啊、看到自己坐在紫金台上面，所以紫金台上升登而本愿分析，自己看到自己登上这个紫金台，然后随从佛后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如果是上品中生的人，金树即开，一个晚上莲花就开了，开了以后佛就放光来照啊。 那么这个生灯而本愿废息」，啊，所以阿弥陀的本愿并没有虚妄的啊。白玉毫中神化而一心自庆啊。那么在阿弥陀佛的白玉毫啊放光啊，白毫宛转五须米。这个阿弥陀白毫放光啊啊，照射十方一切众生啊，神化而一心自庆啊，我们应该。 想说，我们实时,时就在阿弥陀佛这个白毫放光加持色受里面呢、啊，啊，就像我们刚刚说，《光无量寿佛经》说，阿弥陀佛有八万四千相，一相有八万四千随情好，一随情好有八万四千光明，一光明遍照十方法界啊，啊，照摄一切众生啊，摄取不舍。 啊，所以我们要想常想说，我们都在阿弥陀的白毫放光加持色受当中了、啊。就像我们常看到的这个接引图，有没有都会看到阿弥陀白毫这边放一个光，啊，放光来照，啊，所以我们都在白玉毫中了、啊，啊，所以我们在念佛啊当中，就像大势至菩萨也是色受了十方的念佛众生，啊。 所以白玉毫中神化一心自庆，自庆就是自己感到很高兴呢、啊。好、哦，因为我们现在一佛念佛，先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我们应该很开心、很高兴的来念佛，觉得说我一念佛啊，阿弥陀佛就射寿放光加持了哈。哦，就像经典里面说，如果我们念佛，阿弥陀佛就住在我们头顶呢、啊。哦。 就像这个往生咒说，如果我们念往生咒，阿弥陀就住在头顶啊，放光加持射手。我们念佛的时候啊，佛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应该要很高兴说，在白玉豪中啊，神化而一心自庆。神化就是说不可思议的这个化导射受了啊。什么叫神化、啊？就是说我们念一句佛，能够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这个就叫做神化了。 不可思议的加持力啊啊，能够灭罪啊、消灾啊、征服啊、啊开智慧啊，这个都属于神话啊。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呃敏感明应啊，就是不可思议的加持力，在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得到佛力的加持，但是我们没有感觉到。好、啊，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得到佛光的的时候，我们也没感没感受到。 那么这里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自己感到很欢喜啊！哈、啊，降伏广长舌战，十诈同宣，哈、啊。那么就像《阿弥陀经》里面说啊，哈、啊，就详细就像这个《阿弥陀经》里面说啊，东方有什么佛，西方有什么佛，南方有什么佛，哈、啊，出广长舌相啊，遍布三千大千世界。 说成实言啊！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就是在《阿弥陀经》最后啊，十方佛都说了说啊，你们要相信呐、啊，释迦牟尼佛说的没有错啊，这个《阿弥陀经》是十方一切诸佛所护念的啊，你念佛的十方诸佛都会护持你啊，啊，所以叫做一切诸佛所护念经。 就是说，这个十方佛、六方佛啊，就是证明、啊、我们在送阿弥陀经》的时候，送到东方有什么佛，西方有什么佛，下方有什么佛，上方有什么佛，就是说啊，这个十方佛都赞叹说啊，释迦牟尼佛说的没错，没错。这十方诸佛都是这样说的啊。这个一切诸佛都互念的，只要能念佛啊，念《阿弥陀经》，这一切诸佛所互念啊。所以出广场舌赞啊。 然后十刹同宣，十刹就是十方世界了。但标心的进气非率意而虚传，只要标心啊，标心就是像《阿弥陀经》说，以发愿，若以发愿，今发愿，当发愿啊，这个就以生今生当生，只要有一个心标心，就是立一个心，那么都能够契合啊。就像祖师说的，这边发一个愿，极乐世界就有一个莲花。 就有我们的莲花啊，莲花上面也有我们的名字啊。如果能努力的念佛修行的话，这个莲花会越来越越庄严，越来越广大啊，越来越美丽啊。如果懈怠的话，这个莲花就好像没有法水、没有雨水，这样会枯萎。所以只要标心啊，只要我们发一个心呢、啊，啊，都能够契合。我们再发一个愿，极乐世界就一个莲花啊。 非帅意而七传啊！就像我们这个上品往生的时候啊，临命终的时候啊，阿弥陀佛啊，跟跟这个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还有一切比丘啊、菩萨，全部都来，还有我们的七宝宫殿，你的宫殿也跟着来啊。啊说说白话一点的讲，你那是上品上升的人，那边往生界世界，领导嘛来给你接，你的处理，后拜要到极乐世界去经处啊。 买来给你接啦啊啊！如果不是上品的话，就是莲花来给你接。你呢、啊，如果是上品下生的话，莲花接你以后，然后你到莲花这个莲花包里面，然后到七宝池中啊。那个时候是莲花来接。依照无量寿经啊，如果是上品的人啊，呃，往生以后啊，直接就到七宝楼阁啊当中啊，我们的宫殿去了。 啊，如果是在莲花化身的时候，花开见佛以后，从莲花池出来，然后到莲花池岸旁边的楼阁讲堂啊，金色阿里的多莲花池畔，诶，讲堂金色楼阁啊，所以从莲花开以后，然后到这个莲花池畔的这个讲堂楼阁金色啊，啊，如果是上品上升的人，直接去哦。 这时候，黑间出来给你接接了的去，免为七宝池当中化身，直接啊就住在那个房子啦，列讲堂楼阁啊，金色了，哈、哦，所以包括你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你的房子会来接你啊、哦，所以这个是当然是上品的啦，啊、哦。 但标新而尽弃，非率意而虚传。这个不是率意，就是随随便便的，随我自己的意识妄想的而虚传，就随便乱说的。这极乐世界不是乱说，这是真的有的啊。然后地轴回转，天花散钱啊，一念花开见佛而接灯妙果，千重光照正法而尽澈先贤。 说地轴回转，天花散钱啊！这个地轴回转应该是讲说啊，我们这个大地啊会回转哈、啊，就像大地会回转啊？怎回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当下有污秽的世界，大地呢就转成净土了。就像释迦牟尼佛在说法的时候啊，有时候这些天人然后是比丘，他就会怀疑啊说。 释迦牟尼佛啊，十方的诸佛都有净土，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的世界没有净土？然后都是这些污秽的泥沙啦，啊危危险的丘陵坑坎啦、啊，啊，然后有冬、啊、寒夏暑啊，对不对？大旱灾、大水灾啊，然后那时候佛啊，脚趾一按大地的时候啊，大地呢就变成净土，哈、啊，所以呢一转呢，哈、啊，这个就如同这里说地轴回转呐、啊。 我们念佛的时候，一刹那之间呢，这个五浊二世啊，就变成了极乐世界了。大地马上变成黄金色的啊，大地就变成金色的，哈、啊。所以这个地叫做地轴回转啊，就是说我们大地由秽土马上就变成净土哈、啊，天花散钱啊，我们外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天人啊，散花啊，啊赞叹。 一念花开见佛而皆登妙果啊！我们一念之间呢、啊，就能够花开见佛啊！我们一念呢、啊，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啊！就是一念就在极乐世界莲花里面啊！所以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说，如弹指顷啊，在中品中品上升里面说，当中品上升的一个人，他平常一辈子持戒的时候。 十五戒也好然后是持斋戒也好啊，那个中品上身人持斋戒，就是可能是持六斋日啊，固定的啊啊，如果是八关斋戒一日一夜，那是中品终身的啊。如果一辈子都持六斋日，或者是十五戒的人呢、啊，那到临命终的时候，看到阿弥陀很好高兴，然后头一点礼的时候，头头还没有举起来的时候，就已经在极乐世界。 头还没有举起来，就顶你下去。头还没举起来，啊，那如果你头一举起来，列公，这什么情形啊？变哪呢？啊，急的你在这个沙婆世界啊，啊，怎么一下变成极乐世界了？这是什么状况啊？搞不清楚哈、哦。所以这里说、啊，这个地轴回转的意思嘛，哈、哦，就一念花开啊。所以中品的人，中品上升的人呢、啊，一顶礼的时候，头还没举起来，就已经到极乐世界啊。哦 那么呢，再来有也有这个说到说如壮士屈身背景啊手一弯过来再伸出去的时候就往生极乐世界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大回向里面说屈身背景到莲池啊屈身背景然后就已经到极乐世界，或者是一坛子或者是一顶礼就到极乐世界啊，所以这里说一念花开见佛接灯妙果。 我们都能够见到佛，然后证得这个妙果啊！一见佛啊啊，就像比如说这个上品上身的人呐、啊，一见佛，马上就是出地，不退转哈、啊。然后呢，上品上身的人呢、啊，到了见佛以后，马上就能够十方世界去供佛，然后须臾之间呢、啊，就回来这个极乐世界，然后就变成九九地的。 一往生级的世界是初地哦，到十方世界去舍尽灯海料变九地哦，哈、哦，就顿超啦。哦，顿超。当然，有的人说啊，哪那么快？就像这个观世音菩萨他说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的时候，他说我以前在千光王敬祝如来的时候，那个佛啊教我大悲咒，我一听大悲咒，从初地超到八地。 啊，他一听到那个大悲咒，从初地就超八地啊，哈、啊，所以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啊，你一见到佛，然后上品上身的人到十方世界去见佛啊，供养，然后受祭以后回来就变九地了，很快很快哈、啊。所以这里见佛而皆灯妙果，千重光照正法而尽彻先贤哈、啊。那么我们到了极乐世界，那么这个佛啊放光。 啊，放光，就像这个上品众生的人说，这个莲花一夜呢，一个晚上莲花花开，花开以后佛就放光照，照了以后呢，这个菩萨的眼睛就张开，就见佛啊，见佛啊，所以呢，这个千重光照啊，这个佛啊放光照色啊，那么我们就眼睛呢能够开，能够见佛。 正法而进彻先贤，考古推今往生非一了哈、哦。那么刚才前面都是讲极乐世界了，那下面就是讲说这个我们以古来到现在，考究古代啦，然后一直到推论到现在了，今现今啦、啊，现今哈、哦、往生非一往生的人很多，不是只有一个人哈、哦，所以我们这个往生净土的圣贤路很多很多嘛。 啊，很大一本了、啊，很多人运来而天月盈空，识字而异香满室。啊，就是说，当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啊，哈、啊，这个时运来的时候，天月盈空，啊，宝幡宝盖满空排，啊，那么这个呢，天月盈空啊，来迎接我们呢、啊，哈、啊，识字而异香满室，啊，有的人呢、啊，念佛念到后来异香满室。 闻到这个香气啊！一真境内现象而衰障佛威啊，其保持中堵境而皆从心出啊。这里说一真境内现象而衰障佛威，这个虽可能是为啦，为就是口部的为啦。啊。就是说一真境内，就是说我们一真法界的境界当中啊，我们一个众，每一个众生。 心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大家都有这个一真法界啊，这个的清净的境界，都有自信清净心呐、啊。但是虽然大家都在一真法界当中啊，啊，现象而违障佛威。我们虽然大家都有一真法界，但是如果我们要现出这个清净的世界啊，还要违障佛威，就是要仗着这个阿弥陀佛的威德了，哈、啊。 就说每个人虽然都有佛性啊，啊，大家都可以做佛啊，啊，然后呢，我们呢能够见佛哈，那么呢，一真法界，每个人自心都有净土啊。有人说我们都有唯心净土啊，本性弥陀啊。可是，可是唯心净土、本性弥陀怎么显出来呢？这里说现象而为藏佛为，就是说你要显现出你一真法界当中的唯心的净土也好。 你要显现你的本性的弥陀也也罢，那么你就要都要靠着阿弥陀佛，好，唯有仗着阿弥陀佛啦的这个威德加持呢，你才有办法显现不然每个人都有佛性没有错啊，但是没有因缘没有方便是没有办法显现的啊。就像《大波涅盘经》说，没人人都有佛性啊，一禅体有也有佛性啊，但是要有方便因缘才能够显现啊。 那么这里意思就是说，我们呢虽然大家都有这个佛性啊，但是你要借着佛力的威德、阿弥陀的本愿、我们的唯心净土、自信、弥陀才有办法显露出来。不然的话，我们虽然说大家都有净土、都有佛性，可是如果没有仗这个呢，啊、哦，佛力的话没有办法显现。啊、哦，再来说七宝池中笃尽而皆从心出，啊、哦。 那么我们在七宝池中，啊赌净而接同新出。虽然我们见到七宝池的莲花啦、杭树啦、楼阁啦、罗网啦等等啊，见到这些境界，而、呃、我们都知道说一切都是为心造，因为我们心净，所以国土净。啊啊，国土净为什么会现出极乐世界七宝莲池啊？ 行树罗网啊，这个黄金为地的这些东西呢，就是因为我们心境。啊，因为我们的心呐、啊，自心的清净心为因，阿弥陀佛的本愿为缘啊，因缘而生啊，所以这些境界啊，我们都知道都是唯从都是心而现的。就像这个《波若三昧经》啊，说见到佛的时候，知道说啊，佛也是由我们的心所现，佛不来不去了。 那么极乐世界嘛是波来波去啊，啊都是唯心的，所以虽然我们这样七宝池啊，但是我们也没有在执着这个，也要体悟到说，呃这些境界呢都是唯心而显现的啊。那么故知圣子难量，感应有常啊。那么这个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讲啊。嗯